开妈妈这身材当真让人目啦。6月13日晚，张嘉倪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练滑板的动态，视频中她头戴棒球帽，身着露脐上衣紧身裤，虽然滑板动作还不太熟悉，但是买超市脚下，张嘉倪的纤腰细腿简直不要太抢镜，看上去和少女完全没差别。张嘉倪已经为老公生下两个儿子，而且很快就将迎来35岁，但就她目前的状态来看，确实不像二胎妈妈。她也经常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，不管是身材颜值还是俏皮可爱的性格，都和生孩子前没什么变化，妥妥的辣妈少女心没错了。